光还在吗？酷光还在，还在，酷光还在，在楼上。啊！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都回来了，团团在前面，正团团在前面了。啊，可惜呀、啊！我想说哈基进去商店了，赶快冲过去，结果哈基跑出来了，可惜。是不是有人要过来我们这边，还是他要回去？团团，团团，他一直是刚看到那个云月进去之后，他就冲过去。好。完了，我要死在这里。有人可以一直在跳，但我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。哎呦！你怎么窒息了？踩到陷阱。哦。懂。不知道那是陷阱，就多走一步。中间那边有一个遗忘。哦哦，那什么？击倒可以获得500分啊！快抢！快抢！遗忘在那个遗忘在哪里？哎，过得去吗？快抢！快抢！我们有路吗？哦，被吸引走了，在对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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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冲去对面，感觉很好玩哦，很好玩，感觉很好玩。知道吗？趁现在冲去他们家。哎，对哈、哦，我冲了，我冲了，我冲了。好，帮你，我掩护你，掩护你。哎呦，我真的，我变成这样，哇，我疯了，哇，我疯了，不要说一下，我他们前面在接我，我要烧死了，阴险冲太快了啦，可恶，我今天没有冲快速冲过去就没事吗？哇，他们被拉被拉到他们家了，被拉到他们家了，因为我被看穿了，杰克也回来了，杰克在前面，在父母那边 ，OK OK， 我现在躲在桥下了。是我输，我胖子的。他们，我猜他们打完那个遗忘之后，应该会冲一波。好，在那个时候。啊，忘记带盾牌卡。不然我们冲过去，我偷偷丢给你一个、啊。也是可以啊，我在底下，我在底下，我在桥底下。对，谁在我头上？我在，谁在我头上？我是我是我。幺幺。二零，你有带盾牌吗？我丢你旁边了。有看到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呦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有他们想办法在挡我们箭矢打遗忘，不过他们遗忘在里面是不是。哎、欸，捡！啊、哦，二零！那个是谁在前面呢、啊？他破盾了，他破盾了！还没有，还没，他刚刚受伤了。遗忘在砍他，遗忘在砍他。可是哦，哎、欸，遗忘的弓箭那个啦，弓箭无敌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还买这么多箭。就射对方对面吧。好。他这弓箭无敌。因为刚刚弓箭要反弹。赶紧走掉。不行。为什么我卡住了？我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我卡住了？我卡住了。我中了手，我卡住了，为什么？救我！哎、雨月，你先行了，喂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在挡，我在挡啊！我点到盒子打。我们那个核心都拆了，拆了。没有，是帮他们拆核心，我帮他拆核心。有，这边拿米一点就搞死。没有，不要射我。来个盾牌，盾牌需要两颗。我怎么都最有耐久啊？射不到对方的窟窿啊！对，看一下哦。哦，窟窿射不到了哦。窟窿有那个也会反弹，是不是？啊，怎么不早点讲？我刚射半天。可恶者射不到，什么时候改的啊？因为我上次没玩到啊。哦、所以守护者要怎么办？一个人挡，一个人打。要有人吸引注意吗？这样更难了、欸。这样真的很难，要两个人进攻嘞、欸。这样挖核心反而更难，要用其他方向转、啊。巧克力来了。嗯。好。左侧。走哪一路？左边，左边。他 GB， 他想上 GB。我没打遗忘，还中遗忘的技能哦、喔。他有衰弱是不是还是什么？他会定住，会把你定住。
哦，你说你刚刚就是原地不能动在那个位置啊？对，巧克力右侧，右侧，巧克力右侧，在挖洞。怎么又在右侧？他刚绕的。好好好，哎，我赶来的，我赶来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虽然我做不了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挖掉我一个，我们一个而已。好。那我们的加分祭坛有没有被挖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刚看还在。哎、欸、呦，火焰剑呐、啊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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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杰、啊，哎、欸，火焰剑。巧克力，他从那个中间箱岛那边射。穿过火焰，哦，哦是那个火焰剑、啊。对对，穿过岩浆的。没路的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怎么？哎、欸，中间底下有人，中间来了，我看到了。中间传他进去啊，传他进去啊。我被他打到楼下。哎呦，早知道我不上来了。他一个人也不好挖吧？他应该不好挖。对啊，他想办法那个。守护者在抵抗，守护者在抵抗。有有有。好。要打下去。有。哎、欸，他、哦、他跑了。那个。分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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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克力分数。我、嗯、知道。看他等人进去，我就知道巧克力会挖分。嗯。过。没看见吗？好像没有。反正就跟巧克力在右侧，啊，左侧，左侧，左侧。他们有要上来的意思，只是他们要过来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啊！左侧需要帮忙。好。哎、欸。他们在放什么的核心呢？放他们的核心。放什么核心啊？挖掉，挖掉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没有穿刺，我霸气。哇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死了，死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来了。哇啊！不要再来啦！好多人在他们家里面，我又钻到他们家楼下了。哇，没有装备了，糟糕，装备他们被拿光了。嗯，我要买雪球来炸他们。刚刚也是想这样子。嗯，可恶，雪球会炸守护者，你也打不下去。刚刚就有讲了啊，这激战吼、嗯、怎么看呐、啊？又来又来，下次再开团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啦！哎、欸，他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你要，一拳你要。我以为他刚刚要直接揍我，没有要上去，所以我就后退想要引他。守护者又在斜抵抗啊！守护者死掉了啊！怎么死的？不要挖，不要挖！小黑上来打的，小黑上来打的。不是啊，哎、啊，他有人说剑砍不了，啊又说，不可能吧？如果剑可以弹开，那至少可以普攻啊，应该是可以普攻的啊，应该是可以普攻吧，不然他怎么会死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还有人在那边？有有有有有人。啊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结束了。有旁边剑也打不下去。好，我等一下问巧克力怎么打死的。就慢慢砍死他吧。他是用近战砍的吧？你有种，他是近战砍的啊，我刚看到啊。应该是砍不死，死应该是砍得死，但是砍下去不会动吧？是啊。应该是这样吧。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，这样的，我不想复活。噔噔，所以那个爆弹连窟窿都可以打哎、欸。哦，所以是用爆弹打死的。我刚才想拿去打哎、欸嗯。没有，刚刚最后爆弹是你们能用吧？没有，不是我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二零吧。骷髅死掉自己爆炸。二零吧？啊，二零哦，二零。你刚刚有丢那个？有丢雪球吗？呀呀。啊！你往窟窿那边丢、哦。不确定他是。炸我，所以窟窿也被炸，还是窟窿可以被炸到？就不知道。窟窿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所以剑可不可以打窟窿？也可以。啊？剑，我剑战的剑可以打窟窿啊？可以哈。弓箭不可以。弓箭不行。弓箭不行。弓箭不行。武器才可以，近战武器才可以。射了快50发，队友才跟队友跟观众才跟我讲说都不能。哇！那个上一次就不行了。我上次没有玩哦。他上次不在。我去 CWT，OK 哦。你要怪队友？哎、欸，我射半天呢、欸。怪一拳，怪一拳。哎、欸，我上次没玩呐、啊。一拳样子不优。而且刚刚弓箭不行，我会卡，你们是不是也很卡？嗯，有时候会卡一下，有时候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刚刚顶累个打你们，非常痛苦。我都冲上去，在窟窿面前就卡了，我就被射下来了，干。对他这一次好像稍微有些地方有卡，我们知道回到、比较卡一点，因为还有多加一些东西啦，所以这可能再瞧一下，慢慢瞧一下。对，他放倒是一定会卡，这真的是没办法。嗯嗯，但是过程当中有看，我像20啊，20就卡，我看他瞬间一动就走了。
啊，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原本就卡 ，OK， 不是地图。你说原本就卡是指马来西亚怎么样吗？ Okay.不好说，哇，这个讲的不好说，这个交给大家，交给大家来一点。哎呀 ，OK， 那就来啊，下一场观众场。哎、欸，上次还要改什么？先跟我讲。好，赶快。我也想知道上次改了什么特别。我可以先按哦，剑弓箭的伤害有降低。嗯，记得有说什么多三张地图。这样而已。目前看，感觉他好像是伤害减半呢、啊。嗯，所以其实空装的话还是没办法挡、嗯，很痛。嗯，然后还有那个、啊、新增迷宫的中间岛，你可以飞过来看看。哎呀，你有创造吗？啊，我连打指令都不会打。哦，白痴哦，双荧幕在另外一幕啦。没有，不是创造，不是创造，尽管看。好，就最上面的主岛是没有啦。啊，你那个海的、海的宫殿也没玩过，是不是？都没玩过啊。没问题，我也没玩过，马上为你体验，好不好？太哇，可是海的感觉跳自己的掉下去好麻烦哦，掉下去就要游到死哎。哎，对我有看你影片，有，这个不好玩。这个不好玩，跟观众玩很好玩，因为你可以在那个对方那个领域啊，那个海的岛啊，里面是可以放那个战神祭坛啊，哦，所以等于是你攻进去之后，你放战神祭坛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啊，哦，嗯，然后有一个迷宫的好玩啊，中央岛直接说不好玩，也是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，这个不好玩，哦，这个哦，这个不好玩，中央岛你有玩过三个吧？哪三个？我只玩过那个要跑酷的一个，那加分的啊，加分的，对，加分的。风的你没玩过吗？风的有，刚刚玩啦，刚刚玩啦。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上轮还玩过，但是都有啊。这三个是应该就是迷宫没玩过吧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再度体验迷宫跟这个深海神殿的迷宫要怎么走？就乱走，进去就知道深海宫殿。好吧，跟迷宫的话，早知道我就去补影片的。没有没有，迷宫双方都一样，走左边的话就可以去拿到绿宝石，比较简单；走右边很难走。是、哦。那基本上你要用迷宫走到对面比较不科学，所以都还是盖岛盖科学，很难很难。然后走到这，我过来嘞。嗯。好，怎么这么观众进来？好，好，嗯。那个迷宫要怎么出去、啊？出不来，沿着右边走喽。右手法则哦。我们不能破坏迷宫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天花板了，可以出来了。就我们全部都要去红队。对，红队。对，不好走、啊。我们慢慢飞回来。这迷宫好难走。对呀、啊。红队在这边。还有那个商店没有变迷宫，迷宫直接买东西买到疯掉，买东西还要走迷宫这样子，要走一走了，不想走了。我真觉得刚刚那是 bug 吧，中间商人不能点啊，点不到。他们有说有个方法可能可以，就后来看聊天室有讲，要被推走啊。他说要站在栅栏的什么栅栏的上方，是不是？刚刚这一队有两个，还是说站在栅栏的那一侧啊，就是他说内侧，没有会被传。中央岛的村民需要到栅栏的上方才可以不被风吹走与他交易。作者如此表示，这太难了吧？太难了吧？有人是这样打的啦，啊，没有没有机会，因为应该可能是那个高度的桥面会被传啊，还是说是比较高一点点就不会被传？作者本人手比较长哦，或者想点一下那个，或者在那个栅栏上面，然后 shift 就可以。作者本人比较长，对，本人比较长，长的不行，长得行，什么？长得行，长得还行。这是随机，走错路了。我趁现在来下载 Steam。下载 Steam？ 哦，对，你重灌了，要安装了啦，安装一下，要安装了啦。
安我也是昨天更新完麦快了。POE 清凌晨四点更新，这是 POE 实况组，一定要宣传一波。猎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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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猎龙喽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弄一弄，我又重灌了一次。干嘛又重灌一次？因为我就读不到啊，然后想说算了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灌很多东西，再重灌，重新再灌一次这样。哇。